目前中央气象署以及我们天气风险管理公司台大气候研究分析报告里面，那本次在整个阵风都已经达到前方停课的标准，不过我们前方停课标准还是要经北基桃，在等一下我们透过平台讨论以后，会快速的给大家来做一个报告，让大家市民朋友能知道明天是否前方停课的情形，我们北基桃一起共同宣布。好，联访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